罗斯政委员点名我，30秒播完一颗柚子，我们来吧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挑战30秒徒手剥柚子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准备喽，开始。但是因为站着会比较火，坐的实在太没有办法吃力了，你试试看。好，我已经30秒剥完柚子了，我现在点名特战队出身的吴一农，你可以几秒剥完柚子呢？徒手。罗斯政委员点名我，30秒剥完一颗柚子，我们来吧。